觉得这把有悟空，他一定有他的难处。我觉得这把他有他的难处，毕竟对面是悟空，毕竟对面是悟空。他脾气是硬了一点，但是他脾气是硬了一点。他脾气很硬啊。他很清楚，但他还是没有改变。我可会告诉花钱装人早点排气管。我觉得你家不能常来，你家大概来了两次喉咙就爆了。不然我们这把不讲话好了，我们这把眼神交流。哎，选书可以哦 ，nice。全部都 OK 了，可以啦。可以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你不知道？输了啦，不管啦，我直接不看聊天室，笑死了。这把就必须得选书了，这书选的恰到好处啊。恰到好处哦。对啊，如果这次在比赛你选输下去，我说明天再用。这个教练有啊，有东西啊。教练。这个东西，对啊，如果小。比赛的时候，教练将选，我肯定说是教练肯定有。天不怕地不怕。只怕。剩十秒。你要赢的是你自己。每个人都是只怕自己，怕自己狂起来。有人敲门吗？你不要。哎，刚叩叩是有人敲门吗？有吗？哎，你家有电铃吗？不是，我说你家有电铃吗？有啊。哦，那不是。哎，市长会敲门，我们蛮超后的。你到底在叩叩吧？还是其实是巴塔咚咚，是咚。高手投错。他的队友三个人都走左边，他一个人很倔走右边哎。他脾气是不是也是有点？脾气也是硬了点。限点哎！你换的一莫多斯哎，好屌！哎，真的你完全屌打哎！对啊，直接一个屌打哎，好像有点猛哎！哎，他怎么不选那个罗尔？他选那个罗尔，他就下课了。电力下降，我累了，电力下降。没有电力，我的电力已经没了。哎，裸感哎。要上保料，干我死啦！我好痛哦，他好痛哦。没事，我们这边都做到事了。可是他起伏好痛哦！你说怎么着？哎，死去耶！你知道通常这个时候一定是你前面跟他换鞋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对，专业，我一看都不用看，我光听就知道了。真的耶！哦，我这边对，没有，都是换鞋换到一半，我直接死去。你才敢出来哎！妈的，他上来几次啦？跨墙再见。哟，你这次乖了。我乖了。你看进来了啦。上路跟硬汉对决，硬啊！
我在扛，我在扛。我在扛，我在扛。哦，不能再扛了。哦，你那枪？开玩笑。其实我应该去收红，看一下。其实在红区哦。你的位置。没事，我跟你打二了。上去了呢。没事，我跟你打二了。把你他妈关一边受。头文字 D 耶，晕了晕了，死了啦，气死了，拒绝，开枪啊，哎呦，战斗啊，输不起了，我的输赢，还在隐形啊，哇，抢高地吗？香啊！先等等啊，中塔先吧，中塔先，中塔先，中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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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霸火蓝霸火，干啥你他妈？怎么了？教练，我直接被他拖回去，被谁拖回去？我被萨尼拖回去捡的，这是哪里有点东西啊？你知道我刚这个情况一定是你一个二技进去之后，你想要闪现的时候，你又闪歪了。没，我不知道。我刚刚是二技能挑衅他，把他勾回来一下下，结果他直接走到我身后，把我顶进去手。你都摆好了，他上你又个屌龟。哎，想打？放出来了，哈哈，都要点死了。他们一样跑一个，处理起来，壁咚。哦，有壁咚。哇，后面没了！不行，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给他GG了啦。GG了吗？对啦，信我啦，刀那特尔要被刀锋刷死。哎、欸，看，没有哎、欸，哦有刷死了刷死了，哇他硬气耶、欸！我们直接中路了，直接中路了，我直接进去不跟他演。呀，定枪，乖本兽。哎、欸、我扛，我死啊啦！干你他妈嘞，扛个毛啊！我死啊啦！你看到我这个血吗？你看到我这个血吗？你扛一下就给我跑出来哦！你是骗我啊？没有啦！你说我扛，然后你扛一下就给我跑出来。我也会怕啦，我看到那个骑楼过来，我也会抖啊。我你不能这样子骗人进去死。我尿急抖了一下就出来了。我也会怕、啊。你也会怕是对了。我会怕。会怕要什么？我怕了。我怕你呀、啊！右三。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吃个凯了、啊？很久没有吃凯，是不是想约？哎、欸，他们想打是不是？来啊！是不是想皮？啊！来啦，要打就来啦！哎、欸，我不敢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不要晕。关本兽。哦，我这关的好。嘻嘻，特。哦，刚刚刷起来了。我扛！干、哦、你不要再骗我了、哦，你要选中我、哦。哎、欸，特尔给他死了啦！处理起来了啦，处理起来，处理起来，盖个大局。哎、欸，我扛了，我死了，我扛到死了。我扛到死了。我也扛到死了。我先扛的、啊，输赢的、啊。好了，给他输赢了啦。我觉得阿塔根本就是那个，阿塔根本就是塔拉的儿子啊，一样鲁小啊，然后又没有顺伤，就是一直鲁小。玩多东路，哎呦哎，我扛45%哎，有没有看到？40%，直接爆！扛45%哎，看一下我几趴？
会扛很多啊，我也有16。16有在扛。我扛了快一半呢，我好扛哦。扛很多。哎，我超扛哎。哎，你伤害扛45%哎。你伤害也不低哎。你很硬哦。有在洗，有在洗，有在洗的哎。